女的都没让上，你长得跟踩过似的。这嗨，什么人呢？老北京话这是啊啊！正月十五，闹元宵。对，今天是德云社的开箱。是，开箱封箱，这是一个专业名词。是，过去唱戏的有这个。嗯。就是春节前最后一场演出演完了，嗯，戏剧服装盔头装在箱子里，盖上盖贴上封条，嗯，这叫封箱。对，转过年来第一场演出撕掉封条拿出来之后接着唱，这叫开箱。哎，这怎么两道？说相声过去没有开箱封箱。哦，你想就一大罐也不至于搁在箱子里边 啊，自个儿装包就走了啊。嗯，嚯，这有上访的，你好。嗨，你看见了，这是我写那字儿。哎，谢谢，受累了啊，受累了。哦，你也好，你好，谢谢啊，谢谢哈、啊，我是妇女之友，请大家摇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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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排队，请排队啊，谢谢吧啊，嗯，来听相声来是您各位捧我们，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给各位拜个晚年，各位、哎、晚年幸福啊。我们负责说，嗯，您负责笑，哦，不用考虑太多，嗯，节目呢，有的档次高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嗯，有的文绉绉的，有的猥琐一点，哦，譬如刚才那个节目啊，为什么呢？因为台下藏龙卧虎，好几千观众，哦，正所谓众口难调，对，你说整个这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全是文言的，嗯，我们能做得到，嗯，但是以后我们就没法吃饭了，嗯，你再卖票，没人买票了，没人听了。你说这水平上去了吧，你生活下来了就是、哎、所以说我们难就难在这儿了、嗯、啊，艺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嗯，四千人做好了，这有一位老先生、嗯、我就爱听文言，每一句话都得是三千年前的话我才爱听了，嗯，我为了你一个人得罪好几千人我也犯不上，是不是、嗯、你还是赠个票，嗯，所以说没买，所以说没有办法啊、嗯、您各位就减轻一切的负担包袱，不要因为哎呀听这个是不是把我如何如何，不会的，嗯，不会的，哈哈一乐，快乐是最重要的，哎，一定要笑，嗯，记住了啊，不笑有三，无后为大，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不挨着，那挨着啊，不笑有三啊，不笑的是有三种人，哦，第一种是有权力的人啊，这么些年演出我看得出来、嗯、往这一坐啊，撇着大嘴这劲头、嗯，我有身份，我不能乐哦，啊，我有权利，我跟着乐显着让人看不起哦，没、啊、我管着我下边五百多人，嚯、哦，后来一问看坟地的，哎，这嗨，管五百多死人啊，有权的人他不好意思笑啊，还有就是有钱的人不爱笑啊，富人，哎呀，我趁八个亿啊、哦，我要一块笑，显着是不是没有身份了哦，八个亿每张都带玉皇大帝，对、啊，这还是看坟地的，就是、啊，还有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有学问的人，哦，有身份了，有知识。哎呀，我很清高，我不能跟老百姓一块笑。嚯，全场四千人都乐，就你绷着脸。嗯，是说明你没听明白。哎，这有什么学问呢？这个就是你那个智力不够。所以说，该笑就笑，你不笑我也不退钱，是不是？啊、你还白耽误一晚上，这犯不上。那倒是啊，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熟朋友。嗯，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嗯，我们俩是。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是啊，都这岁数还小学生、啊、哎，对，活到老学到老，那错不了啊、嗯、我叫郭德纲啊、嗯、哎，就无所谓，哎哎，别无所谓、哎、怎么到我这无所谓了，不用多介绍，谁不认识您呢、啊、嗯，于谦老师，别您老师真啊，中国相声界这相声皇后，哎，我是皇后，皇上是谁呀、啊、朕在此开玩笑，哎，是我公司一姐，这是啊啊，在德云社母仪天下，这我男的女的呀，我不管别人，嗯，反正我要念谦儿哥的好处。哟，您这话从何说起？认识好几十年了，合作也快二十年了，嗯，哥俩这份交情，嗯，说句良心话，用笔写不清楚。那倒是，最没辙的时候，嗯，他在我身边，啊，朋友嘛，没犯辙的时候，嗯，他在我身边，一起分文无有的时候。他在我身边，这应该的。遭排挤陷害的时候，嗯，他在我身边，哥们儿啊，这么多年，我特别想问一下，嗯，是不是你放的我？哎，太好，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你这
没有你的时候我好着呢。玩笑说玩笑啊，这是一块成长起来的，嗯，好哥们儿，好兄弟，是台上是好搭档，台底下跟我亲哥哥一样，就这么好。我们认识那会儿二十来岁，嗯，再往前甚至说二十出头就在一块儿，对，这么多年了。说句良心的话，现在眼瞅着他鬓角都白头发，其实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岁数大了，哥哥老了，这是啊，就是上岁数、嗯。我们确实啊，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哦啊，站在台上自己能知道，嗯，就不如二十出头的时候。那是二十来岁站台上不知道累，嗯，那个随便啊，爱怎么演怎么演。是现在知道累了，嗯，演时间长了，扶点桌子，哎，有点累，身体不，包括他媳妇都说我，啊，你现在身体不如原来，对不对？想干嘛非他说呀？这找别人说不行吗？你是高峰媳妇也说，哎，好。全是别人媳妇儿说，都说，都说啊！我这我好好的吧，我努力吧，是吧？哎，得了，别让他们大伙儿瞧不起我啊！一块成长这么些年来，嗯，我是发自肺腑的谢谢于老师。您客气，这么多年来，在我们这儿净吃亏了。怎么叫吃亏呢？台上这是假的，说着玩啊！啊，台底下人家是确实对我们像亲哥哥一样啊，关系倒是没问题。花钱呢，有点什么事儿，嗯，抢到头里。那谁让我大呢？不，关键他有钱啊！你看看，你看，比如说喊于老有钱，他给你花过钱吧？哎，这没有。哦，哎呀，这这这，哪儿的事呢？我回去告诉他媳妇儿去。哎，真是有钱，真的是有钱，你就是他媳妇儿啊？哎，这好嘛！哎呀，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去。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节操和下限？今儿不过节吗？那倒是。什么乱七八糟？为什么我跟他好就在这儿啊？大方。我说的大方指的是真花钱啊，高台吃东西啊，花钱买东西都是人家抢着花钱。嗯，确实真有钱。当年我们都没辙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够瞧的了。怎么叫够瞧的呢？我印象特别深啊啊！想当初我用那个 BB 机。嗯，一说这话就得四十岁往上的人才知道这个传呼机，嗯 ，BB 机是吧？嗯，呼机那会儿有数字的，对。后来出了汉字的就了不得了，那叫汉显呢，好几千块钱。对，其实那会儿我们觉着不错的时候，嗯，于老师已经有手机了啊。我是买的比较早，那会儿叫大哥大，对，就这么大个，就打砖头的那个，黑的那个哈，嗯，硬塑料。四四方方，这老款摩托罗拉的呢，这么大个黑的啊，对，上面立一天线，长着，加天线里这么大个啊、嗯。那会儿做买卖的净拿这个，对，晃晃悠悠的出去啊，比划着。有钱人那会儿才拿这个，对，那会儿谦哥就有，哎，你我们还拿着 BB 机呢，哎，看我这个汉显的、嗯，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嗯，风轻云淡的看着我们，哦。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哎，咱先不说这个啊，哎哎、你管这叫风轻云淡啊？不，我这干嘛呢？我这来电话了，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震动，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这个我们都傻了啊！哦哦，来电话嘞！哦，看人家啊，行行。赶紧接吧，这才伸手拿电话啊！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嗯，什么蹭一脸呀、啊？哎呦，这一下是杵到嗓子眼了，这是。你好，哦，我是于谦。哎呀，说吧。啊，怎么着？打错了，打错了，那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常联系，那还联系什么呀？这都不认识，挂了。啊，我这个手机搁到哪儿了？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啊，口袋紧哦，一放的时候，听这声音就是穿破口袋了吧？好吧，啊，什么叫好吧？没有啊，手机往口袋里放。哦，哦，我说没在口袋里吧？回来吧，回来吧，行行行，啊，就别
别使相了，你这就是这么有钱，这叫有钱吗？这钱是偷来的吗？啊，是抢来的吗？那哪能啊？人家家祖产，哎，传下来的。现在您各位瞧见了，说相声的于谦啊，清朝的时候谁敢说这个话？怎么了？那不是一般人哦，跟皇上家沾亲戚啊，是本家。哎，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来，咱们都得跪那儿。嚯，这这么大身份，等着人家于的人这轿子过去，嚯，咱们才能起来。哦，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完了。怎么完了？于老师拿着刀就过来了。哎呦，啊，两刀！哎呀，咱那自行车带就扎了。哎，我流氓啊！我是，我扎人车带去干嘛呀？人家扎完了。啊，我、哎、好家伙！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别扎别人了，我扎我自个儿得了。嗯，跟皇上是本家哦，皇上姓爱新觉罗，是他们家姓的是叶赫那拉。啊，是那支上的，是不是啊？嗯，宣统退位，取消帝制啊，满人改汉姓哦，爱新觉罗改姓金，对，叶赫那拉、改姓拉。我们这字儿挑的差点，嗯，拉家传人，这嗨呀、太难听了。有祖产哦，前门外前门大街，嗯，路西是那一趟胡同都是人家家的。对了，皮条胡同，嗯。是有这胡同，皮条胡同啊，拉家，哎，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怎么那么别扭？我听着不谈工作，哎，这没有这工作，还往那儿说呢。我有事没事老去串门啊，你去，哎呦啊，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了？家里哪样都是文物，啊、都是传下来的吗？我的天，看完人家咱那个不叫日子，没法过了。后台一帮说相声。玩手串啊啊，什么蜜了呀，嗯，松石啊，哦，什么菩提子啊，乱七八糟的文玩吗？琥珀啊，跟着玩。我说你们这个，这跟于谦的没法比。我们家有好的，就拿这琥珀蜜了来说吧。嗯，蜜了琥珀是一样东西，哦，一种透明的，一种不透明的。嗯，据说比如说几亿年前，几千万年前，哦，松树啊，什么树，滴答，嗯，有这么一滴的松油子。是树油子，哎，掉下来，嗯，哎，比如说有掉虫子身上了，哦，掉好了，嗯，多少年后拿出来看，就是琥珀或者是蜜了，对，就了不得了，里边有一虫子，呼呦，那值好几万，那就虫珀呀，就这么一玩意儿就了不得，那是美啊，看着啊，跟人家怎么比？我们家呢？人家家那琥珀里边，嗯，有长颈鹿，傻鹿啊，这是。这多大一油子掉下来跟那儿等着呀，这是滴答，哎呀，这喊的且滴的呢，这啊，嗯，这鹿跟那儿死了，哦嚯，现在在人家院里边了，哎呦，你不服行吗？是吗？他跟他爸爸天天盘这个，哎呦，我要喝，行行了，行了，行了，没把鹿盘出来，我们爷俩盘出来了，一会儿有钱人啊，很厉害呀、没有听说过，吃饭一个碗啊，郭德纲，你看看我这碗75万，这么贵呀、捧在手里边，我真怕摔了怎么办呢？那倒也不至于。75万人家一个碗，嘿，翻过来看啊，有款儿，哦，写的是微波炉专用。哎，我们家太能折腾了，这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过去来说呀、说这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后代孩子，竟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哎呀，说纨绔子弟哦，但是人家没有，咱不学呢。哎呀，过去来说三辈出一个。贵族，嗯，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是突然间发财了，哎呀，头天还跟桥底下睡觉呢，嗯，就是趁3亿，哎呦，他有钱了，但有钱了之后，他那个状态还是在桥底下，哦，都没变，不一样、嗯，啊，这个富贵一定是三辈往上，嗯，会吃会穿会说话，讲究，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嗯，人家就做到这点了，那是祖传的吗，跟人家咱没法比啊，您他当然是比我大几岁，但是同样年龄我也做不到。您客气，叫脾气性格，这份儿，倒脾气倒是好。我亲眼看见啊，就在北京、有一帮人骂他，哦，要换我早急了，那打起来了，骂他，一帮女的，哎呦，骂的那个难听，还是女的骂于老师啊，就跟没听见一样。谁跟他们置气呀、转过身啊，默默的，嗯，奔南浴池走啊。你回来吧，我走错地方了，是吗？这那是没打我就是好的，假装没看见。哎，
还假装干嘛呀？那么大岁数，你说能走错吗？不能啊。他能故意去吗？他不是。对，那是他上那儿找他父亲。哎，你看，爷儿俩都是流氓，我们的。这瞎说了啊，这我不爱听啊。不是你说的呀，我找我爸爸。他父亲在我心里边位置很高。那你说这个？那个老爷子老贵族。哦，那意思能一样吗？是吗？老头洗澡去啊，洗澡有时候岁数大了啊，就糊涂了。他上那儿找老爷子去，那也得去对。我在北京说句良心话啊，嗯，我洗澡都是他爸爸教的。这还用教吗？你可别以为洗澡是不会打开热水就洗，不是这么简单啊！这有学问吗？洗澡是文化呀，哦，讲究的主儿跟这一待待一天，哦，泡澡这叫糖腻子，对，有这个人里边吃，里边喝茶，嗯，下棋跟那玩，搓澡修脚全套的，是是是，他们老爷子这份儿讲究这个。我当年到北京就是老头告诉我，嗯，别瞎来，知道吗？哦，来，少爷，我带你去。你看那块匾了吗？这是三个大字清华池、啊、这最老的澡堂子了，在北京洗澡在这儿清华池。 对, 对, 对、哎嗯、来，今儿大爷教你怎么叫老北京洗澡。哦，这是个学问知识。这就脱老头都脱了。嗯，我还有点害臊。干嘛呀大爷？啊，咱还没进去呢。哎，门口啊，那是得害臊。那个多冷啊。这废话，哪在门口脱的呀？我们俩站在湖广会馆门口就他就脱了，还没过马路呢。还这在翻栏杆，这得陷得多的眼呢。这个我搀着他，老头翻栏杆。哎呀，还行行行，比检查身体动静都大。是，一翻栏杆老头卡在那儿了。还卡住了？来帮警察，还有这边跳广场舞的二十六个大妈。哎，行行行行，这快卖票了，这都、啊挺好啊。老头洗澡那是个学问呢啊。我没见过这么爱洗澡的人。是吗？讲究洗头一水。什么叫头一水啊？这一天来了多少人，洗完走了、池子刷干净换了新水。啊，谁第一个下去啊，这叫洗头一水。哦，这干净。身份的象征。嚯、哦、就你父亲这老贵族啊。哎呀，这个老太爷呀、嗯、早晨四点就得去。这那么早啊，就彰显他这个贵族气质。嚯、哦。四点啊，清华池门口。嘿，你瞧给这孙子冻的，你这这是贵族气质吗？这个老太爷啊。什么老太爷呀、啊、这个伙计们刷好了水 啊, 啊，弄池子完事开个门请老太爷。请吗？哎，叫猫呢这儿。这老太爷这才进来。哎，好，就别提老太爷了。脱衣裳下池子啊，上来了。为什么？这个嗯，兑点凉水啊，太烫。这池子，嗯，这个，嗯，兑点热水、啊，这怎么都不行。水温合适了啊，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哦，我爸爸这给人试水去了，这是没洗澡啊。老贵族，嗯，什么贵族啊？老头往池子里边一下去，这状态啊，顺着池子边下，嗯、啊，下来了。哦，哎，哎。哎，别喝，别喝，别喝！我爸爸泡在茶碗里头了，是怎么的？身份，张嘴就喝，身份。不光洗澡，一日三餐也是身份啊。吃的也讲究，早上起来吃一碗卤煮，卤煮小肠。哎，猪肠子切碎了，来点蒜，一熬熬一大碗。哦，早上起来他爸爸吃这个，吃这个，得意这口。哦，到中午那山珍海味了啊，上什么好的？炖吊子，大肠。嗯。切碎了，来点蒜一煮，来大碗，什么山珍海味、哎？到晚上要清淡了，哎，好了，哎、来点这个大肠刺身，吃生的了，嗯，现杀的猪，嚯，猪都捆好了啊，踩着猪，哎呦，拿着刀，嗯，老爷子怎么样？吃吗？吃吗？用膳吗？还别提用膳了，你爸，嗯嗯，这扑杀猪，哎呦，倒这猪肠子啊，不是全倒出来，那倒出一头来，啊，就一头，递给你爸爸啊。老太爷攥着这头，别捉了，行了行了，这我听出来了啊，哎，这个拿着肠子头捉，那不是吃肠子呢，那是吃着肠子里边那点东西呢，知道吗？不理解你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这也压根儿也没怎么吃过，很厉害啊啊！打这儿吃完到睡觉前不再吃东西了，哦，空腹了，哎，睡觉之前啊吃一根人参，吃一根人参，吉林野山人参。啊，这一斤往上的，嚯、哦！拿红糖把它腌了，啊，红糖腌的人参，列位啊，人呐、啊，哎、啊，
大象你也受不了啊。没有那么吃的呀。吃的老爷子眼珠子都红了啊。德刚啊，怎么您呢？我五天没上厕所了。好家伙，上火上大。眼都红了。嗯，老爷子你张嘴啊啊。这看什么啊？便秘。没听说过便秘看张嘴看啊。您听我的吗？啊，那人参别吃了。那是，买点香蕉吧。哎，买大板香蕉。啊，哎，嗯，那个最好的是那个泰国来的香蕉。对对对。哎，我觉得两三天就能好。嗯，两三天之后我看见他了。哦，怎么样，大爷？想吗？香蕉管用吗？嗯，不行啊。哟，一点都不管用啊。啊，怎么不管用啊？嗯，那于谦便秘，我给出的主意，吃了三根就好了。对呀、啊。啊。嗯，吃啊。你以为呢？这个，哎，这是什么？哎呀，手机挡着呢。啊、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着我真心疼啊！啊，真心疼！我说大爷，我给您买点泻叶。哎，这就对了。中药店有一种泻叶，啊，跟树叶似的，沏完之后喝。嗯，喝完了，我说您就准好。那是通便的。他这回是听我的了。哦，睡觉前喝的。哦。睡觉前喝点泻叶、嗯、关键你爸爸每天睡觉还好吃安眠药，不吃安眠药还睡不着。哎，拿着泻叶这摊送安眠药。哎呦，呵，怎么着，这一觉十个小时啊，早晨一睁眼，呼呼、哎、呀，这别形容了，您就挺好。嗯，不管怎么说，老爷子在我心里边是这份的啊、哦、还这份呢。有事没事我就爱去、哦、跟老头聊天去。嗯，有时候走到那儿有黄嗯，皮条胡同。哎，别提这胡同了，墙上画一圈，写个拉字啊，别人都写拆，我们家写拉，你知道吗？再一看你父亲呢，嗯，在胡同口那站街呢。哦，啊、什么词儿啊这？你会说话不会啊？你没在屋里边，在街上站着呢。那就是晒太阳的嘛。晒太阳，拿着本书啊，线装的书，老版的呢。老头站胡同口，哦，摇头晃脑啊，这。你是得好好提高提高文化了。怎么着？摇头晃脑？那摇头晃奶？那是我妈。哎，我真长知识。我去去，没有这么个词儿啊。跟老头聊会儿天儿、嗯、啊，有的时候上家去呢，赶上老头也不在，嗯，不在就跟嫂子聊会儿天儿啊啊。他媳妇儿有人认识啊？嗯，这份儿是那贤妻良母倒是不错。哎，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来说，他媳妇儿也排得上头里边。是啊，嫂夫人不是一般人啊。是吗？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那倒是，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啊，他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啊，旁边那大宅门是那儿的小姐。你说清楚了吧？当初给于谦介绍女朋友，介绍多少啊？不行，哦，看不上。那是，唯独这个，嗯，瞧上了，这对眼了吗？那俩人。打一碰头，嗯，于谦怎么样？定眼一看，哎，这个姑娘，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身材相貌，这白净，不用不用往下说，哦、我再纠正您一个词儿啊、嗯，定睛一看，我说的是，您说定眼一看，你不对，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大了，按您说那，我拿着顶呢，知道吗？哦。什么词儿啊？那就跟你爸爸过栏杆似的。就不要提这个，没有，那就不要太想象了。这个，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呗。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是老话。这媳妇儿娶过门，多疼人呢。这是挺好的。前些日子感冒发烧啊，大年纪的，把这媳妇儿急的啊，你可别喝西药啊，哦，有副作用。是我给你熬点汤药吧，中药好。现在拿过这个媳妇儿，嗯，这碗中药熬着凌晨三点半，这么费功夫。嫂子端着他、嗯、一脑门汗。那是啊，哎，嗯，大郎，嗯，你就喝了吧。嚯，他挣扎着啊，等我兄弟武松回来、哎。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啊，这怎么老有你呀、啊、这里？这改潘金莲了，您这说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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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玩笑说玩笑啊，嫂子真疼人，而且聪明，人挺好。有时候在后台，嗯，那回就是赶个啰啰来演出，也没吃饭啊。孩子们说：“我给您端碗面去吧，凑合吃一口。”德云社对门有一卖面条的，嗯、啊，牛肉面，嗯、啊，这大碗这么大，嗯，您吃一口吧。我说：“哎，端着这碗，拿着筷子，嗯、一口没吃啊。”嫂子来了，哦，
他媳妇一推门，整碰我胳膊肘，啪！哟，这碗就碎了，得满地没吃了，碗都碎了。嗯，哎，怎么着？我这 A 字没说完，嫂子话都到了。他说什么了？哎，什么哎？嗯，我陪你一碗就是了。我心里热乎乎的。哎，行，当然我是得回家。这你早就该回家呢。什么陪你一碗面，知道吗？你以为陪什么？我以为陪一碗片汤呢。嗯，这行了，说清楚了吧这词儿。所以说我们之间就跟一家子是一样的。是年下我还给他拜年去呢。那是啊，皮条胡同拉家又来了，啪啪啪一砸门，听里边出来的声音啊，就是嫂夫人。怎么听出来的呢？一边走一边还唱了小曲儿呢。他好唱，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哎，穿上，哪儿都开春了还穿毛裤，你老词儿吗？别唱这个，打开门啊，咱们规规矩矩的哦，这就对了。嫂子好，哎，春节快乐，好。一见不日如隔三秋，我今天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师傅等会儿，你说你这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这一看这个艺人呐，幼儿失学，成语他都不知道啊！一见不日如隔三秋，那叫一日不见，知道吗？行，什么叫行啊？听你的，不是听我的，你改不改？我就不改。行了，嫂子好啊。一日不见，别在这儿，这废话，别在这儿蹲。啊、嫂子，您听好了啊，规规矩矩的。哎，嫂子看我也高兴。是啊，死鬼，嗯，挨千刀的哟，小没良心的啊，你还知道来呀？嗯，是没办法，看得紧。哎呀，没有这么对话。那个谦儿哥呢？哎，你来的正好。哦，他刚走。哎呀。刚走就正好啊！哦，得嘞，那什么，我上里边瞧瞧老爷子去啊、哦！老爷子不在啊、哦！老爷子早晨三点拖完了就走了。哎，这家拖的呀！啊，好家伙，太敬业！哎，越拖越早了，这个太敬业啊！啊，我瞧瞧老太太吧。哎，到这屋打开门，嗯，你母亲正弹钢琴呢。哎，她好这个，这是一般老太太吗？啊，能弹钢琴，嗯。谱架子上写着呢，那叫什么呀？嗯，柴可夫斯基是多少协奏曲啊？还挺高端，咱们也不懂啊。老太太坐在这儿，哦，咚咚的咚的咚，咚个啷的咚的个啷的咚。我妈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的？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知道吗？柴可夫斯基哪儿有柴可夫啊？送柴火那个司机，这好，没有这曲子。一曲终了啊，老太太回头看见我了，哦。兄弟，哎，等，越说越不像话。我母亲见着你叫你兄弟啊，肩膀齐为弟兄，咱俩已经哥们一样。那说对啊，你母亲就是我的妈，哪能叫兄弟、啊？那他怎么说的呀？你听差了啊！老太太说：“哎呦，吓我一跳啊！”我还说这是谁呢？德刚来了，好些日子都没来了。嗯、那回我还问他们说这小子干嘛去了？他们说你忙。我说忙，我想他呀。德国公说：“告诉你一声，上这来坐一会儿，我心里也痛快。”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太省略了，我这个。娘，您挺好的，啊、我挺好的。哎，那个谦儿出去了啊？谁是干嘛去了？嗯，老爷子拖完走的。哎，他都知道。哦，他挺好啊、嗯。我给您拜年。嗯，嘿，小子，今儿可不光是拜年哦，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哦，哎呀，娘啊，啊，这是怨我了。怎么不知道啊？嗨，我得给您备寿礼啊。那倒不必，我拿个本记上今天。哦，明年今天我还来。对。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哎，这什么话这是？老太太说：“太好了，太好了，还好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好嘛，也不知道好赖。哎呀，我这过生日，家里都出去了哈。啊，那个姐姐们回来了吗？我姐姐，她有四个姐姐啊。想当初是北京的高考的尖子，学习好，那学习状元。嗯，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哎啊，
那是留学去了吗？上那儿就留在那儿，他们跟那儿学，就没回来。哎，这别学了。我说像这大户人家，这日子 啊，应该好好的庆祝。哦，最次也得请几个和尚给您念《增福增寿经》。这您说的是谁会呀？现如今我还会。哦，老娘请来上座，嗯，我给您念《增福增寿经》。这好啊，儿子，你外行了，嗯，听经哪能坐着？那等我躺下啊，躺下。老太太躺下了啊，拉过床单盖上。哎呦，好，全盖上了，自己还念喜歌呢。那喜房着喽，这是喜歌啊！我给他念这《增福增寿经》，我们听听。道长成就，镇济疆场，摘除千城，上香设拜，叹息呀，海中响声号，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这是增福增寿经吗？这个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增进什么都民军戏什么呀？这是啊这老和尚坐着船来的，这是。我的啊，巴扎嘿！哎呀，好嘛，什么都有，您这里头就会头两句后不是啊？我说的呢。念着念着，老太太睡着了。哟，我也不能动啊，那万一搅和了怎么办呢？那就别动了。就这会儿门一开啊，你媳妇儿进来了，那是有事儿，站在门口瞧着我。嗯。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怎么了？这走，哎，这就回来，哪儿就走？干嘛呢？这满脸跑眉毛的，这个、叫我出去上厨房忙活做饭，那就说就完了呗。老太太睡觉了，吵醒了不合适啊，就这样啊。哎，我们俩赶紧出去上厨房。哦，到厨房关上门，把插销插好了，被帘子干干嘛呀？这做饭，做饭就做饭，插着门关上插销还干嘛呀？这是你们家平房啊，没有抽油烟机。哦，万一油烟子出来把老太太熏着怎么办？哦，怕把老太太熏着、啊、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你有点太疼人了。这废话，没干嘛这？我们会人工呼吸啊！哎，这就用不着，用不着。做饭，做饭啊！正做饭呢，嗯，前边打起来了。怎么了？你母亲跟你儿子，因为什么呀？你儿子淘气啊，把老太太烟袋弄坏了。哟，你母亲有一个烟袋，对，好，翡翠的嘴儿，嗯，乌木的杆儿，白铜的锅子，好着呢。这是老太太的陪嫁，真是多少年了？嘿，四五年了。哎，四五年了，四五十年了，四五十年了。对，老太太爱如掌上的明珠一样，就喜欢这个。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啊，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哎呦，那队日本兵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啊，日本军曹。我拄着刀问你母亲，哼，二者只能留一样，哟，你挑一个吧。嗯，你母亲眼泪哗哗的，那是、啊、一指你父亲，哎，哎，他弄走吧，弄走了。你父亲抓走之后，第二年啊，有了你大姐，你这那个年、啊，所以这个东西在家，对，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不对了，您等会儿，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合着这里边没他什么事的。不，你们家人缘可好了啊！这那人缘什么事？不是，你看这就没意思了、啊。老头是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哦，抓到兵营他跑出来，那就对了嘛。一出日本兵营啊，日本兵过来了，啊、打死了没打死啊？打腿上了没死了？人掉山涧里边摔死的是吗？山涧底有水呀、啊，掉水里头了。他掉石头上，还是摔死了？石头上有草垛，那是软的，草里边立着一大铁叉子，叉死的。你跟他有什么仇啊？这是没叉子，铁叉子他往旁边落，啊、旁边一棵大树，哎，树掉树上，冬天都是干枝子啊这啊！老头捂着脸啊，没扎着，扎屁股上了，呵好，踩着树，掉着悬崖那边就上来了、哎，他爬上去了，日本兵等着呢，啪，还是打死了。你折腾他干嘛呀？你挤兑我干嘛呀？不是废话。那这样说能说三天。你谁让你这样说？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你知道吗？没听说，他就没死啊，就没死，得没死，没死，还是的吗？对他死了，谁跟你说相声是吧？哎，这。
占便宜您。你最好照着词儿说，我告诉你。哪儿有词儿去？您知道？简短截说，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折了就完了。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哎呦，孩子哭啊啊！这一哭，你媳妇听见了啊？不对，怎么着？孩子哭，我得看看去。去吧，怎么回事啊？刚才玩的好好的了。哎，你先，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他进来说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啊，换上围裙什么的吧，这是换围裙，对、哎、这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啊，好家伙，看看去、啊、这是怎么话说的，好好的这是个忙到劲儿了呀，他出去了啊，我也看看去吧，跟去吧，好模样的，你这、你连裤子都脱了，你行了，没有这样的，你出来一看吓死我了，怎么回事吧，你仨打起来了，仨儿子，你母亲，你媳妇儿，你儿子，哎呦，这仨咕一块儿去，好家伙裤衩满天飞啊，打光着了都，我也不敢搭茬啊， 啊那是啊，到最后你媳妇儿急了啊，老太太住手，别打了，我可不是吓唬你啊、嗯、你不能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怎么着，他不是于谦的，嗯，老太太乐了啊，你以为说这个我就害怕啊，嘿嘿，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哎，去你，大家对我们都非常的了解，是我们也特别盼望赶快来，嗯，演员上台要先介绍自己，嗯啊，跟大伙儿说一声我是谁，嗯，这是一种礼貌，对啊，包括观众说这都是谁呀、啊、叫什么名字，嗯，您是认识有不认识的，所以就上台先得做个自我介绍啊，啊叫什么啊，包括说他媳妇叫什么啊，他介他儿子叫什么啊，他父亲叫什么，我儿子叫什么，好吧，谢谢你们大伙儿啊，谁对我们都很熟悉，我就是那个说相声的，我叫郭德纲，是，这是我的搭档，哎，吕边冷，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别说了，我们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您把我名字说清楚了，行，我这怎么那么补肾呢，我这你有意思吗，你废话听着别扭吗，这么大岁数了啊，姓于这就对了，吕边有了菜别嘿说清楚，姓于，对呀、啊、对吧，干沟驴嘛 啊是什么呀，于谦老师，哎，于谦老师啊，您客气，合作十几年了，嗯，跟我在一块儿也不容易，这些年哦，走南闯北哪儿都去，哥俩感情特别的好，是啊，于老师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一个传奇人物，怎么还传奇人物，那当然了、嗯、中国说相声的成千上万、嗯、最有钱的人就是谦儿哥，哎，谈不到有钱，真的啊，嗯，家里边趁个钱库，嚯，推开这屋门啊，满屋子都是钱，哦，从地上码到这儿，哎，一沓一沓都是新票，哦，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我这全是冥币呀、啊，合着太有钱了，那没用啊，没钱能买这么多冥币嘛，是吧？啊嗨，了不起啊！这些年也拍了不少的电视剧，他倒是演过电影，嗯，做过广告，啊有啊，给很多产品都做过形象大变啊。那么等会儿这个娱乐圈怎么了？先等会儿，什么呀？您这是什么叫形象大变？那应该是形象大使，你解释一下有什么区别，就得这么说，我那么说我成模仿秀了，哪怕他感冒了啊，哎呦头疼、啊、感冒了，我得去买药、嗯、啊，去吧，德刚跟着我，还得跟着，我们去同仁堂，或那是大药店，他买个感冒药都要去同仁堂，那地道的药材吗，我后边跟着吧，啊，谦儿哥在前面走，哦，进同仁堂，是那什么，嗯，给我拿一个乌鸡白凤丸、嗯、乌鸡白凤丸治感冒吗，咱小啊，咱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啊、嗯、好崇拜老大哥，是吗，嗯，哦，带着我洗澡去，嗯，北京有个老字号叫青花池，那是百年的老店，清朝末年的一个生意了，是谦儿哥给我讲，嗯，看见这块匾了吗，这匾是三个大字青花池，对，这块匾是清朝末年，嗯，大概是清光绪年间，嗯，就有了这块匾，是洗澡的吗，这儿脱衣服啊，对对，脱个一丝不挂，光着洗吗，你还等什么，脱衣服吧、啊、是啊，谦儿哥，嗯，
咱还在马路上呢。我啊，哦，还没进去呢。哦，这不重要，不重要，这又还不重要呢。这个，我给他抱着衣服，抱着鞋。我呢，在前面走，谦儿哥在后边，一丝不挂。嗯，我就别嘚瑟了，赶紧进去不就完了吗？进清华池里边啊，这谦儿哥这个严谨劲儿。我到那儿怎么严谨啊？留神啊！啊，看看别让谁偷拍上咱们啊！马路上那会儿已经上热搜了，知道吗？这里边怕偷拍了。哎呀，谦儿哥啊，你们几个人干什么的？那几位不对，我们洗澡的。哦，便宜了你们。嗯，有什么便宜的呀？这个推这个门，啪！哦，你们是干嘛的？这个我们修脚的。嗯，好自为之。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啪！这个把门打开。啊，你们几个人干什么的？是，我们就是在停车场这看车的呀。啊，我又出去了，我又活得在意。我在意，我打洗澡堂子走一过，我又出去了。不管怎么说，我想表达的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您说的是交情的事儿，这种感情，我从小我就知道，啊、知道吗？谦儿哥对我好，我必须要对他好。一抬头，没错，到这儿了，老于家。哦，门上挂着大红灯笼，写的是大红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吗？有正常人家挂大红灯笼的吗？过年过节的时候，哦，推门进来，嗯，直接往里边走，是正屋。一进门，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哭啊？真不是滋味。怎么了？你父亲跟那儿躺着，哟，他有一大哥，啊，他们家哥仨啊，是他有一大哥，他行二。嗯，他底下还有一兄弟，嗯，哎，他叫于谦，大哥叫王北然，嗯，老三呢叫刘子明，哎，哥仨，我们哥仨都不一个姓啊，老爷子姓田，知道吗？这更不对了，那个啊，这就更不挨着了。我小名叫，都得姓于，于老大、于老二、于老三，这是排下来的。老头是田老大，哎，就这根儿没找对。你说也得姓于啊，老头也得姓于啊。于老太爷，嗯，跟这儿躺着，哦，大爷跟边坐着，干嘛呢？一看你爸爸这状态，嗯，病入膏肓，又病了，这脸色儿翠绿翠绿的，都绿。大哥这脸色儿，嗯，粉绿粉绿的。爷俩谁先死啊？这是。但是看着你爸爸那脸，比你哥这值钱。哎，这值钱，那脸色像老坑的，你知道吗？哎，对，还没埋呢，哪来的坑啊？不是，这脸有点那个玻璃肿那个状态。哪有肿啊？净剩肿了啊！看着，嗯、啊，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哦，大哥，你大哥回头，这猴啊是怎么着？什么话？废话，你这姿势干嘛呀？这扶着呢，扶着。扶什么呢？扶着床帮，这摁着沙发那半儿，这怎么那么寸呢？他，你想，他这么守着你爸爸啊？就他回头看我，嗯，哎，要咬人，还是猴啊？吓我一跳啊！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哎，不是救兵，就是猴子。嗯，你大哥乐了，嗯，别玩笑，是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哎，这要收到宝瓶里头是吗？就说话吧，说话说话就完了啊！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不行了。嗯，老爷子躺了好些日子了。哎呦，可能够呛。是啊，家里都没人，都没人，啊、就是我一人盯着。哟，老二两口子上日本寻死去了。没听说过。台下见着于老师的父亲，你就会觉得，哦，嗯，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人家。哎，这老头挺好的。我打16岁进北京，我就认识他父亲。啊，是啊，老头特别喜欢我。啊，兄弟，啊，你等会儿，我父亲管你叫兄弟，像话吗？他给我起了外号叫兄弟。这老头太不会起外号了。啊，走，跟我去玩去，跟我去这儿去那儿。哦，特别爱我，带你出去玩。他爸爸很善良，是信佛呀。没错，胸口这儿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啊。嗯、我爸爸信佛，这挂袋茶叶干嘛呀？咱不太懂这个啊。啊，人很善良。哦，邻居们都管他父亲叫知心姐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知心姐姐于大爷，还没弄清男的女的呢。没事站在门口老抱着一个机器猫。抱一机器猫？毛绒玩具机器猫。啊，倒是。天真呢、啊。他喜欢。大爷跟他玩呢。啊啊，玩呢。嗯、啊。
抱着机器猫啊。瞎说，怎么人有名字？哦，对，有个学名，这是他叫多来哎多来 A 片儿。嗯、啊，不对，您呢？怎么啊？您这机器猫没有这叫这名的？叫什么名字？多拉 A 梦。多拉 A 梦，对，哎，都说老头们老小孩指的就是你父亲这种人。他性格好，性格特别好，疼人，是吧？嗯，只要我在跟前嗯，走，咱们吃饭去，请你吃饭，请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鹅。他也没吃过什么好的，全聚德烤鸭店，谁都知道全聚德卖烤鸭。对呀、啊，同你父亲不能说烤鸭，为什么呢？忌讳。忌讳什么呀？因为你父亲被鸭子伤害过。哎呦，我父亲被哪个鸭子伤害过？你们大岁数了，不要那么窝窝戳戳的。什么词儿啊？您得把它说清楚了啊！因为你父亲在全聚德上过班。我父亲这么大年龄在上过班？他当年啊，12岁的时候到全聚德烤鸭店啊做学徒。哦，在那儿当过小伙计。去了之后学包葱。啊，那刚去肯定是。大的房间点着一个粉色的灯。嗯。里边坐着一个老大姐。嗯。画的口红描的挺好看。嗯。他说他是美容美发，嗯，你把他那屋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到，人家不用这工具啊。这个地方于老师没有去过，我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从这儿走就走过去了，哎，路过，被那个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噔噔噔，嗯，玩会儿嘛，嚯，啊，谁玩谁呀、啊、这个？怎么这么粗的声啊？于老师能吓一跳，那是，哦。多少钱？我嗨，我这就别问价了，我就没去过啊，那就别问价了。人很善良，是疼人，应该的，对我最好啊，咱们关系也好，真的啊。嗯，有时候我一提，我特别感动，是吗？你比如说谦儿哥，嗯，今天休息，哦，炒一桌子菜，做饭，打电话叫我去吃，行，你吃饭正常。那个兄弟啊，滚。这什么意思？就是双方都很开心。你问我了吗？都打过来了。嗯、啊，那个来德刚啊，滚！还是这句，啊，兄弟，滚！就心里热乎乎的，是血压都上去了。一会儿，他媳妇儿给我打电话。啊，你要死啊？嗯、啊，滚过来吃饭来。哦，来了！嘿哈，怎么他一说话你就来了？你嫂子叫我了。哦，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你幸亏想起这句话。哎，洗澡换衣裳，喷香水，干干净净的去。干嘛去？我嫂子叫我吃饭去。哦，哎，到了。嗯，这是于谦的家，他认识。伸手敲门啊，啪啪啪，啪啪啪，这是敲门声吗？这个。怎么这样？您啊，有门铃啊？您有门铃、哎、没看见啊？不新鲜。啪啪啪！嗨，什么缺德门铃啊？这声。哎，太好了，在哪儿买的啊？哎、行，就说卖煤挣钱。哦，他爸爸真不容易。是，跑到河南有个地名叫平顶山，那地方就出煤，从平顶山倒腾煤，嗯，运到山西大同。这要不赔死的呢？这个纳闷儿了。怎么比我这个还贱呢？这废话。后来一问知道，哎呀，嗯、啊，大同也出煤呀、啊，多新鲜呢！得了，从大同弄煤，哎，运回平顶山。他就认识这么俩产地呀、啊，干了7-8年啊！啊，这还干那么长时间，嗯、差点把命搭里边啊、哎！赔死都不多。一直到后来结了婚了，啊。哎，娶了你母亲哦，一直到后来又有了于谦，是家里的情况才是越来越好，慢慢缓起来了啊。嗯，生你这你今年是？我这43岁，多少斤啊？多少斤啊？嗯，没问岁数，不能这么问是吧？啊，您今年贵庚？哎，43岁，43年前啊，您的父母把您生下来是
为中国相声界贡献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哎，您这话太过了，这是实话啊。据传说，生您的那一年天气不好，是吗？啊，43年前哦，生你那年怎么了？那一年苍也空，井也空。生我那年都苍井空了都。那就好记这日子，你拿他记日子。那一天你父母在家中闷闷不乐，是吗？尤其是你母亲哦，哎，那天生你那天，嗯，老太太情绪不好，怎么难受？不知道怀孕了啊、嗯？傻丫头啊，这要生了还不知道怀孕了？不是，不知道那天生，你说清楚了。你母亲坐那儿坐着，嗯，哎，哪有胡子呀？我妈坐那捋胡子，这表情嘛，表情，这不是捋胡子的表情吗？对，老太太没有胡子，对呀、啊，捋这护心毛。哎，呦呵，行行行，哇呀呀呀，行了，还不如捋胡子呢。这个、啊，着急、啊，难受。你父亲看着生气啊，哎呀，疼得很啊。那是，怎么了？哎呦，这老两口子换换好不好啊？这个。为了区分俩人嘛，那这也太秀气了。你妈这难受啊？啊，哎呀，难受啊！我妈这是要吃人呢，是怎么？哇呀呀呀呀呀呀！来了很多的朋友啊，你看道这么不好走啊，他都来了啊，是打心里高兴。哎，有喜欢我的，有喜欢于谦的，都有观众。我也没统计过到底是喜欢我的人多，还是喜欢于老师的人多，这还用统计？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验。现在呀、啊，现场所有朋友喜欢郭德纲的，请把您的左手伸出来。没几个。嗯啊，喜欢我伸左手没什么啊、哦。喜欢于老师的，请把中指伸出来。别伸了，真有。来来来，老王，你弄不弄？行了，算日子宝，说您到这儿了，到这儿。哎呀，我心情不是痛快。你呀、啊。不管别人啊，我想说右手，我怎么说成中指了？您真是想说右手来了吗？我这个脑子不好使，你知道吗？哦，这仨是外边伸的。谢谢谢谢，国庆前咱们有这么一机会坐在一块儿。我们这儿说会儿相声，你大伙儿听一会儿。嗯，我觉得挺好。是啊，听听相声，乐一乐，看看演出，啊，唱歌跳舞喝茶，看看电影，休闲，都是不错的休闲啊。电影最近有一电影不错，看了吗？什么片子？《建国大业》。您还在宣传这个片子？不，就还也没我一分钱的事儿。你说这事儿、啊，也不给钱，真的假的？《建国大业》找我，我回。有一电影帮一忙，都是朋友。我说好，什么戏？建国大爷啊！那是您自己家里的事儿。我以为男一号呢。建郭大爷，建于大爷，你是？没听说过。建郭大爷，我的事儿啊。对，家里的去了才知道，不是。是是，他们建郭大爷。也没给钱就回来了，辈儿可上去了。你也没喊过我，我没拍这戏啊。啊，反正我觉得挺好啊。老些个演员，大伙凑在一块热闹闹的。是，郭家过生日啊，那这不是你辈儿。倒是，多少人都得如此，要对得起每一个人。哎，这就是艺德。当然，从艺不容易。那是。你看到舞台上的演员。掌声啊，灯光啊、嗯、观众啊，保安啊，都有啊。啊，对。但实际上来说，舞台后演员受的罪，好多人并不清楚。哎，很多人不了解。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哦，这是最主要的，包括机遇。哦，就是机遇。没有机遇，才华就等于狗屎，就白费了。就这么些年来，我到今年我干了20年了。是于老师比我从艺时间还早啊，到明年凑个整给他搞一个舞台从艺2周年。哎，
两周年就别凑整了，全是零的，这凑整。他是在北京学艺啊，我在天津，两地。其实我小的时候不想说相声，不想说相声。小时候是一个追求高雅艺术的人。怎么叫高雅艺术？芭蕾舞啊，芭蕾舞，芭蕾舞，芭蕾舞，就那个垫着脚尖的那玩意儿啊，芭蕾舞。你这是音译，我们是方言。这玩意儿还有方言？芭蕾舞啊，啊，爱看这个啊，哦，喜欢这个，这给人举起来，对，我都乐意来。您肯定乐意来那底下的。你很阳刚。废话，弹钢琴啊，我哎呀，打小就爱这个，弹钢琴，人谁跟着啊？弹钢琴跺什么脚啊？就卖力气弹钢琴，使那么大劲干嘛？小提琴，哦，这个说实在的，不爱，不爱，幸亏您没学，嗯，不爱，肖邦。嚯，莫扎特，你瞧，牛顿，什么呀？什么呀？就这些大音药家们就音药家，音药家都好这啊，都穿着燕尾服。对对对，嗯啊，哎，没有那么燕尾服，这都弄白褂子，那这儿弄块黑的勒上啊，领结弄好了，拿电镀的棍儿啊，多好啊！哎呦，就这，我就喜欢这。这连锻炼身体都有，啊，广播体操多好嘞！啊，人甩手疗法指挥吧，啊，多指挥，练这个，这连工作再锻炼都有了，省得早晨再上公园去耍剑去。耍剑去啊！您平常还耍剑？早晨拿个宝剑嘛，上公园就是锻炼身体嘛。哎呦，哇！老离不开这脖子，您这比耍剑还危险呢，自杀剑吗？宝剑，大宝剑吗？什么乱七八糟的，练宝剑。对呀，省得去练那个去了，那俩棍儿单位就晃过去了，是吧？啊，这就练了。反他们该拉的拉，该弹的弹，他来他，你来你的，是吧？反不挨着跟您就走。不看，十六岁那会儿啊，啊，长得不好看，现在也不好，啊，好多了。现在看惯了，我现在长开了，你知道吗？以前传着呢，嗯，好多都夸我说长得倍儿下饭，嗨，金看，哎，跟咸菜似的，金看。我一上场，啊，这观众呜就出去了，都躲着，一鞠躬我下来，哇，他们都回来了。这好，约翰他们回来，我一扭头，哇，又出去了。这样，我倒落一好身体，这么来回来去，出来进去好几趟啊，是吧？那不没法弄啊，就这么不爱看。小时候在曲艺团嘛，跟曲艺一块儿啊，大姑娘们唱大鼓，哦，观众们特别喜欢啊。你想啊，大姑娘们要没打扮，穿旗袍啊，这气儿都开得嘎着窝似的，好，披着俩门帘子就出来啊。两边的票卖的那好啊。那就不是看大鼓的了，那是看大腿的了啊！人有人看的，咱有什么可让人看的？没有可看的吗？就说是人家跟这儿唱大鼓，当时在天津嘛，小时候啊，观众上花篮，对，喜欢演员上花篮，这有的唱的真不行啊，不好听，没板凉调，哎呀，词儿多记不住，弦儿高了够不着，全没有，唱成那样，观众还上花篮，一百多花篮，嚯，哦！我这么卖力气，我连个花圈都没有。也没有上那玩意儿的，弄这个 啊也不挣钱。后来大伙说参赛去，啊，说相声参赛，哦，参加大奖赛，相声大赛去了，回来你就行了。可以啊，去吧。啊，我很少比赛，我就有一年参赛，我伤了心了。您去过山西刀削杯相声大赛？哎呀，刀削杯，人削面赞助了。刀削面馆赞助的，你看比赛都有头有一罐儿有名字啊？怎么叫？关键就是谁写谁名字谁花钱了？哦，谁赞助了？山西刀削杯、四川担担杯，啊，陕西油泼杯，北京炸酱杯、天津打卤杯，这好嘛？净饭馆赞助的可是。我一听，嚯，嗯，山西刀削杯，哎，典型的。这相声听着很有食欲，哎，去吧，嗯，
参加比赛的。哦，专业组我第一。那不错呀，成绩啊，专业组第一，还是有问答题。哦，老师评委跟那问，啊，1982年，嗯，北京大兴县副县长岳父叫什么？有什么乱七八糟？这上哪儿给他答去？我想了又想，你问这玩意儿跟说相声都没关系。对，跟谁都没关系。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不是，我说你们这题出的，你们太外行了啊，你们以为啊，你们这晒黑了就不是白吃了吗？啊？我说你这堆评委啊，简直下三滥！哎，下三滥！结果评委们报警了啊，说我泄露他们机密。这好嘛，真下三滥感觉！嗯，当然，我再没有看过看。哎，您尽早别去了啊！那干点别的，吃饭呢？得活着呢。有段时间我们说相声都出去给人主持婚礼啊，有干这个啊，还有唱歌厅，歌厅这都有。是，歌厅人家晚上演出，我们给人做小节目啊。哎，做个主持也不挣钱，一晚上给100，反正能糊口。你知道那会儿我多羡慕歌厅的女工作人员了？怎么呢？人家一晚上好几百。嗯，哦，我们学这么些年，我们还才学了100块钱，他都不用学，他挣好几百。您不用学也挣不下来。你学过吗？没有。我也不羡慕这个。后来我说不挣钱呢。嗯。后来有人说你得唱个歌。我说我也不会，我到现在我对唱歌我都不灵，不能唱歌。唱我跟于谦比不了，于老师唱歌跳舞都会，我这练过一点。没事，两口子跟我来个扭巴的。哎，对，我们俩来什么扭巴？还有街坊呢，对，好，大联欢啊！我不行，到现在我也不会唱歌。哦，我说干脆我学点跟传统艺术有关的吧。啊，可以呀、啊。我发现那变脸我能来。哦，川剧的那个变脸吗？啊、你拉个云手了啊？往这一站什么的，好歹还像呢。那可要功夫，花钱，关键是怎么变脸简单？哦，无非也是衣裳，包括里边装置，嗯，带着几张脸子，哦、有机关。我记得那年买的是20000块钱一套，哦，一套，我找人花价去了、啊，都一块不错。我老师您收的便宜点，哦，我就5000块钱、啊、一半，给你吧，嗯，都不错，衣裳也一般啊，啊，不是绣花，就素的。哦，我给我几张脸子，对、啊，哎呀，5000块钱要什么脸子？啊，这就不要脸了、嗯、摘几张吧、嗯、摘人家屎剩下的。哎呦，还有一张画坏了给我。画坏了怎么用？画了张草草。哦，大白脸是没画好。那像像屁股。哎，嗨，这手艺太差了。我给你吧、哦、我也真实诚，拿着就走了。真用啊？晚上上歌厅用上了吗？怎么用、啊、出来之后一亮相，头一张脸就是这屁股。嚯，出来了，这张变出来，观众鼓掌，好，爱看，变脸带杂技，你看拿大顶了，你看了？谁画的？是不是？后来想了，有朋友说你拍广告去吧，广告？我说我这样能拍什么广告？也许有的用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最近有一广告啊，就在这个东北长春，哦、你去吧，在北京化完妆，化完妆换着服装走。都那么急呀、啊？去吧，给多少钱？5000块钱，不少。那个年头5000块钱不少了。是，找着那化妆那儿、嗯，我说老师，我长得比较黑一点。哦，您受累给化了。化了。化妆乐了，嗯、啊、嗯，你这，哦，你这还白呢。说这还白，给他抹。抹什么？黑油彩，抹了一脸都黑了。哎呦，换上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给张车票，走去发东北去了。这就走啊？去吧。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那是所有人都纳闷，家伙，嗯，这晒成这样了，是晒的。一个个车厢往前走啊，有一个车厢四个武警压着一犯人，哟，这时候杀人连环杀人，重刑犯给逮着了，这一送到这儿就枪毙。哎呀，靠着料，嗯，死刑，这人完了啊，精神也崩溃，准时都活不了。嗯，我打他跟前过、嗯，他看了我一眼。嘿，看见希望了、哎，他找到自信了。去吧，啊，到东北找个地儿，见着导演，我说那个演员，我来拍广告，哎，5000块钱、嗯，啊，行，可以。这个吻戏你愿意吗？嗯、可把我乐了，你是哪儿说理去？谢谢谢谢导演，就等着。这条不要钱，啊、这白拍。吻、嗯、戏可以，可以答应，能拍啊，好，嗯，把那狗拉出来，啊。跟狗
结巴。我说这不行，怕他咬着我啊。那倒是，先拍别的吧。嗯，拍别的好，先把那拍了吧。什么？很简单，您说简单啊。嗯，八宝粥的广告。哦，喝八宝粥喝完了，好，对，就完了啊。那可以，不是我一个人，不有个女一号。好啊，啊，来把女一号放出来，哎，放出来。打那边笼子里边弄出来了，啊，一星星，哦，带着星星，我一看就急了，我说这星星公的，嗨，啊，那个也就你能看出来啊，我是因为跟你待的时间太长了，文化说跟他像啊，不是，人数开始。很简单啊，就是我一搂着星星，打开这八宝粥给星星灌进去，然后这一喊好，哎，这完了。导演一说开始，这星星一把把八宝粥抢了啊，打开了一个我这脖子，给你灌下去了。我说导演，咱重来吧。啊，不，挺好，挺好，这挺好，谁灌谁都一样。哎呀，他都不挑。广告播出去之后啊，所有观众都来电话啊，那俩哪个是星星，哪是人？好嘛，分不出来了。成功啊，努力吧。好，天天现场很多的工作都交给你，嗯，搬盒饭送盒饭，倒水擦地，净打杂儿，不是容易，净干这个了啊。后来我又一想，中国这么些说相声的啊，哪个不削尖脑袋往那儿去给人打杂去吗？那倒是，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条件。您这不错，我成功了啊，天天现场跟着干活，嗯，我得看看什么，找机会哦，哪个节目适合我，看出来了吗？京剧不适合我，怎么的？唱戏来龙套都得学个七八年，我得下没法蒙。嗯，芭蕾舞啊不好蒙。怎么垫着脚尖儿，您一般人来了吗？哎，对，您了解这个对吗？唱歌还得练啊，唯独说相声门槛太低，是人就行。是吗？您普通话差不多就能接受，就能说话，就说你是说相声的啊。你哪怕带点方言，你南派笑星，知道吗？太好了，带方言就南派笑星，唯独这行最好做人了。是啊，都是都不够。哎，对，不是啊。等着吧，我一看现场有一节目特别适合我，有一个68人的一项目，68个人相声，大伙一块儿喝，就现场有布景，有山有水有飞机有坦克，这是相声，打这边机关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打出十个说相声来，嚯，打那边坦克砰啊，轰出一帮说相声来，哎呦，山上大崩弓子，啪啪啊，一大堆说相声。哎，水里边就蹲蹲蹲蹲蹲，嗯，打上面出去各式各样啊，全出来了。68个说相声站一块儿，大伙一块儿说：“咦，我们怎么晕了？”哦，说好给全国观众100元啊！哎，这节目就算完了。哎，这就完了。我一看，这太好了，这你行，不需要技巧，不需要智力，不需要素质，不需要脸。啊，对对，什么都不要了。这个你缺心眼都能干的，这个那倒是。我找导演去了，我说困。我说我来这个吧，啊，演这个，不行，这60来位都有背景的，啊，都有来历，都有关系，多的谁不干了，你得来，哦，等着吧。那天现场彩排出事了，怎么呢？那大炮不打出说相声来了啊，砰，啊，砰，这打完了，打山上人人人往下蹦说相声了，哦，跳下来，有一主跳下来没跳好，吧唧一下子摔那儿，有万幸，没事，摔死了，啊。摔死了叫万幸！我找导演去啊！我这短一兵哥是，我来吧，你来吧，你来晚了，怎么的？把他推下那人已经替他了。哎，嚯，竞争太激烈了！哎呀，你们这个行业太残酷了。就说是，嗯，这怎么弄啊？天天现场干活累跟孙子似的。啊，没想到那天突然间出一大事儿。什么事儿？彩排好几千观众站那喊哦，正欢呼呢。啊，有女观众现场生孩子，生孩子。把我气的，嗨，热闹哄哄回家去，跑这生孩子了，没人管，就是我。哦，打电话叫车，送他上车，弄医院去。你就干这个的吗？哎呀，回来之后心情很郁闷，不高兴。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来呀？净干这事，找我那朋友去，3000块钱退给我。哎，我不干了，没用。到现在我一点模式都瞧不出来啊。是啊，我什么时候能成啊？啊，我什么时候能上春晚呢？是，朋友乐了。啊，就你这个心态你都成不了。什么心态知道吗？你必须学得胸怀宽广，哦，而且来说脸皮得厚，脸皮厚，脸不厚你哪干得了这个去啊？取经找着有明白人吧，教教你。什么叫明白人？想哪有明白人，谁明白人呢？脸皮厚，谁脸皮厚？哎，啊，那天现场生孩子的大姐脸皮厚，
好几千人看着生孩子，哎，人都不在乎啊，多举气是吧？啊，什么叫举气？啊、就是耿直啊。啊，找他去，找他去，买东西到医院看他去啊！一进门，坐着正哭呢。哎呀，太丢人了！他也觉得春晚现场好几千人跟这儿，我生孩子。啊、我说大姐，你别变着花，你不叫事儿。那年申奥成功，天安门广场前面还有一生孩子了，啊、那也是我。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刚才我们说完一段之后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我跟那屋坐了一会儿，嗯，于老师找地儿游泳去了，哎，就这么会儿，不至于，你也不是为了游泳啊，你是为了小便，干嘛含含糊糊的？嗯，怕你丢人，不，您这说出来我就够丢人的了，看见大伙儿我真痛快，嗯，地儿也大。是好多朋友坐的位置不是很好，对，包括后边的朋友们，嗯啊，你说这边多艰苦，是啊，啊，看不见那儿，头来还有大屏幕，对，你说多高科技现在，哎，看不见这儿，看当初哪有这个去啊？现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整个社会都进步了，是。过去的大屏幕不可能有，这是高科技，以前没有呢，包括手机过去也没有，这几年才兴起来的，那些年哪有手机啊，啊，现如今行了啊，几乎每人都有，人手一部，互相沟通很方便，对呀、啊、手机也是不停的换代，哎，最早不就是有个铃声吗、啊、你看现在这彩铃多多呀，功能多了啊，我那手机就是如此，你也喜欢听彩铃，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声音，是吗？当的啷当里个隆地咚，当里个啷啷里咚，京韵大鼓，曲艺界的同行哦，接电话，对，大的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京剧界的朋友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媳妇来电话了，嚯、哦，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啊。又响了、啊、爸爸接电话吧，嗯、哦、于谦儿，对，去我的这事儿怎么高科技是吧，什么高科技，显然交情在这儿了，对，都爷儿俩了还不好吗、嗯、就说这个意思啊，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是，相声也是如此，相声也一样，二几年的相声跟今天的相声就不一样，肯定是有区别，包括传统相声，嗯，其实每天都是在与时俱进的，都在变化，有人说传统相声陈旧腐朽，嗯，不对，是拿旧社会来说，嗯，演员站在三不管这说相声，嗯，观众来了一听，喝好啊，嗯，掏出钱给了他了，给钱了，转天这位又逛三不管，啊、嗯，演员说的跟昨天一样，您就不会花钱了，谁听两样啊，所以说演员要激励自己，把节目弄得每天都不一样，对，到后来说传统相声不好听了，不是节目的原因，嗯，相声没有问题，是因为演员停止不前了，对了，才导致相声的没落，不变化，这是实话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很多演员，很多名家吧，很多大腕，没等学会就红了，哎，啊，嗨，所以说你让他扭回头再学也不现实，他还不认头呢，是不是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两个小演员，对，不像媒体上把我们炒的这样，不是那样，如何如何，或艺术家了，多红了，什么大师了，胡说，嗨，每天我们都互相提醒郭德纲于谦注意、嗯、你们两个不比别人强多少，当然就是两个普通的演员，嗯，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说句良心话，一百年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这行业就火了，你拿京剧来说啊，解放初期整个京剧界才两位大师，哪两位？梅兰芳、周信芳，哦，那是国家封的， 嗯， 嗯，马连良先生这么大能耐才叫著名演员，是，现如今艺术家是雨后春笋，全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嗨、哎我要说给我印个总统他也给印啊，总统兼神父都能印，嚯，好嘛，嗯，
您还要精神物质一把抓是吧？少说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嗯，我们就是两个小演员，哦，爱相声啊，愿意为相声做点有良心的事情。是，但是还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嗯，也没得到我们同行的支持和鼓励，嗯，都是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们支撑着我们走到今天。就是观众，嗯，一位观众强似一百位理论家呀，嗯，这是对我们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把相声弄好。嗯，怎么办呢？多做功课，多学习，多学习，无一日可以休息的。但他老得学，没事看看书啊，啊，看看别的节目啊，嗯，跟别的艺术形式互相借鉴沟通，吸取营养嘛。于老师这点做得很好，我也差着，是涉猎广泛。爱好，你说音乐会啊，什么交响乐、芭蕾舞都看，愿意看这个。前不久咱们这个北辰芭蕾舞团呢，北辰芭蕾舞团排了一个小天鹅，哦，在秦简桥那儿搭了一台，露天的，啊，跳这舞蹈，哦，于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那儿去看，哦，买了前排 VIP 贵宾席，还 VIP 呢，5块一张，哎呀。咱看人花钱都眼晕呐，嗯，5块呀，啊，嗯，买了2张，是躺那儿看，对，嗯，哎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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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不懂的啊，嗯，为什么看芭蕾舞要躺着看呢？哼，大家给解释一下啊。嗯，3个小时演出过去了，于老师眼睛通红通红的，找一大夫一看，您看我这怎么回事，大夫问明白了，不要紧，你一个简单，嗯，下次再看这种演出，这3小时里边你抽空眨下眼啊，我这一场就没眨眼呐，啊，好这个，啊，涉猎广泛呢，我这涉猎的还广泛呢，是吗？啊，多学学多看看是有好处的。是，就拿我们相声来说，嗯，传统节目1000多段，是经过演员这么多年的努力，嗯，还剩下100多段，嗯，啊，这太努力了，这是吧，嗯，再努力就没有了。是需要大伙儿啊好好的学习，嗯，千万别扔了，嗯，说相声跟过日子是一样的，怎么还过日子？今天买一冰箱，后天置一彩电，嗯，你不能今天卖个门，明天拆个窗户，嗯，那是败家子儿啊。那可不是吗？我们很多曲艺形式现如今都听不到了，嗯，其实很可惜，我都失传了吗？天津还是不错的，你说京韵啊、西河呀、啊、梅花啊、单弦啊、烙亭啊，还都有。对，还都保留。到了别的城市，很多曲种都没有了，听不见唱。就拿北京来说，啊，过去有一种北京的竹板书，现在没有人唱了。竹板书失传了。哦，打着7块竹板唱故事。哦，唱大书。三列国呀，东西汉呐，啊，嗯，这说着书说差不多了，嗯，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呱唧，再唱。唱完了再说，哦，好听之极，什么味道的？给大伙儿学学竹板书，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那就没挑了，全愿意听了，那就这些日子休息不好，嗓子不在家，哦，我尽全力的唱，好，如果哪儿有个崩瓜掉字的，嗯，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嗨，哎，你唱错了，人批评什么呀？满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2-3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的热闹更好听，好，呵呵，这是竹板书，竹板书，对，没人唱了。嗯，包括北京过去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哎，小凤调，嗯，嗯，也叫北京的铁片大鼓，哎，那可好听，挺好听。对对对，
春雨折春金谷田，夏满芒夏二暑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不把分那远，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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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真是好听啊，这段叫劝妓女，有这么一段，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了，劝于谦，对，没有啊，没改过，不承认了，你知道吗？这还能承认吗？多好听啊！嗯，当年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哎，莲花烙，十不弦儿莲花烙，对，最早十不弦儿是十不弦儿，莲花烙是莲花烙，分着的。自打慈禧太后过生日，两者合二为一，哦、搭着班一块演出。是啊，十不弦儿来说，相声演员用得着。对，我们过去开场演出，相声大会之前，先唱十不弦儿的发四喜儿，都唱这个。福禄寿喜这么四番儿，嗯，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福字儿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汉福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了个起斗起斗强，哎，对对对，发四喜儿，哎，就是这个味儿。莲花烙现在也没有了，莲花烙啊，北京河北地区过去唱这个多，嗯，好听，再唱唱。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雅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烙，好好啊，嗯，有点意思。虽然说莲花烙没有了，但是评剧和二人转都借鉴了莲花烙的唱腔。哦，有前身的意思了。这评剧在天津来说呢，是家喻户晓啊，都爱听啊。天津、北京、嗯、华北地区，包括东北，人们都爱。对，天津是评戏的窝子。嗯，多少好角都出在这儿。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认为。嗯，我认为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怎么叫演员年轻化？哎，因为评剧更多的是演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风花雪月啊。你说这个才子佳人岁数太大了，演员扮出来不像，也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咱们天津看戏，嗯，全本的秦香莲，好戏呀、啊！扮演秦香莲这个演员得够70多岁了，那么大岁数，老艺术家，唱的真好啊，唱功好，就是太胖了哦，顶我4个，嚯、哦！那么胖啊，这秦香莲这大脑袋，嗯，半生戏化完妆一瞧啊，好，跟奥特曼似的，呵，有这么比的吗？这坐在我旁边有这么一个天津的小伙子，说句话把我乐死了。怎么说的？哎呀，好秦香莲了啊，这秦香莲都够口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哎呀，嗨、哎。哎有这么说话的，话糙理不糙，这倒是年轻，他扮出来好看呢、啊。哎，啊，嗯，生旦净丑，嗯，四门很齐全。对了，最早不行，嗯，最早的时候这个评剧叫三小戏，怎么叫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哦，全是小，哎，小戏儿。后来丰富了行当。特别的讲究，好听了。我认为评剧的小花脸是值得一提。小花脸在别的剧种里边，这个丑角啊啊，作为陪衬的人物，嗯嗯，评剧里边他算主角。好听啊！哎呦，好！嗯、啊，我曾经认过一个评剧的老师，哦，还拜过师，70多岁的老前辈，是教过我评剧的小花脸，受了真好，老先生真好，嗯，特别喜欢我。是啊，我每天上家去学戏。哦，后来老头跟我说了，嗯，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哦，我是真喜欢你啊。是是，从明天开始啊，嗯，
你就别来了啊！你再来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啊，这是喜欢你吗？他特别喜欢我。这不像啊，这个。他就是因为上年纪人比较封建。是啊，封建。其实来说，咱们说不叫事儿。我就是觉得老头对我好，什么事儿、啊？无以为报，我想跟他认门亲戚、啊，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亲戚？我想当他姑爷。哎啊，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也不错啊。他那个女婿反对，啊，人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他挑唆的离了吗？什么人性啊，您这是？后来就没再去，嗯、但是跟老爷子学过很多戏。哦，评剧小花脸，既注重唱，又注重念。哦，唱念，哎，唱念都要求很严谨。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叫《杜十娘》，嗯，最后一折的时候叫活捉孙父。对，小花脸扮演孙父有一段唱腔，嗯，充分的体验出这个小花脸唱腔的好处。这么着吧，嗯，您给唱一这段怎么样？特别的好听啊，活捉孙父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来一段。有孙父你代代多少灯光、心思思一念念都是媚娘，貌似花神若柳，飞燕落掌羞花貌沉玉容，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全仗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相爱，投入长江啊，哎嗨哎嗨呀，哎好，哎真是好听啊，嗯，唱得好，嘴里还得干净呢，得清楚啊，啊一个字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听不见不行，包括评剧的小声我认为也非常讲究，小声啊挺拔刚劲呢，有一个风格啊，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演员，哦唱的小声我觉得就不太到位，怎么他松懈，哦比较松懈，哎你唱那戏听桥楼打夜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了、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怎么了？我怕他说我学他、太难听了，所以说评剧啊得把它研究到了家，是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唱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嗯，不太适合唱这些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哦，大事儿不善于表达，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国家大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哦，这好，呵，电影演的火，对对对，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嗯，用评剧移植上演了《列宁在1918》，评戏的闹了很多的笑话，那怎么唱啊？他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哦，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什么味儿啊？化妆可都一样，哦，列宁沾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嗯，这儿来得出来，哦，也这样，一张嘴是老评戏，怎么唱的？十月革命刚成功，啊，国库紧张粮食空，啊，我列宁好。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呵，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啊、论顿大大大大唱了浪才一雷唱，大不得唱要唱。列宁家族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列夫，哎呀哥，上前听分明。哦，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嗯，天到了这半时分、啊，不见回城。嗯，哎、还摆姿势呢，这后边上瓦西里。哦，唱河北梆子肩板，怎么唱？八大，嗯，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杀除了东宫啊，生了逼的宝，打嘟噜呢，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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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嘟噜，他出来了，光的光的光的光，嗯，枪出粮食好几包，哦，梦想列宁，嗯，谁报告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的是的，这个。啊
这太难听了，这个。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就是就是。很多的对儿戏，我认为好。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嘿。这个戏是家喻户晓啊，名段好听。嗯，小生跟旦角嗯，两个人较劲的戏。是啊，其中有一场叫背地写状，我认为是精华。怎么叫背地写状？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打算死，不告状了。哟，姐姐杨淑英来了。嗯，你不告不行啊。啊，写下状纸来，姐姐给你进北京城传狱状去。他去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啊，姐姐趴在这儿。让兄弟在后背上写这状纸，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太伤心了，特别的好听。嗯嗯，杨乃武这会儿有一大段肩板转快板，呵，好听。再唱唱这段怎么样？啊，肩板转快板，啊，我是愿意唱，但这点光唱不足以表达情绪，还要怎么办？必须要做戏。哦，还要演戏，这是两个人呢，进人物、啊，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他姐姐杨淑英。哦哦哦，我能唱杨乃武，是谁来这杨淑英啊？您别看我、啊、我倒是豁得出去，但是我不会、啊、这不要紧的啊，主要是听我是哎，你配合一下，知道吗？你就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这一说完了，我就赶紧拿起笔来，连说带唱，哎呀，就齐了，就听您的了，特别简单，我就这么一句，没问题，来来啊，来您啊，来遍听听啊。哦，还要验一遍，多新鲜呢哈、啊！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是这词儿吧？没错，词儿对了啊。哎、来说说一遍，刚说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哎。你有点情绪，声音再高一点。哦，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是人物，你稍微的，你再、啊、再高一点点，高啊，长个调门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好多了啊！哎，这真聪明啊！你再高一丁点儿，不点点儿。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个姐姐是宫里出来的，太监是怎么着？寂寥寂寥的这个啊！你这怎么着？你高点，还得在情绪上，和你再，你就稍微高一点就行。高，再高点吗？再高点，嗯。我就算了吧，就这就更不是人声了。这个行也差不多了啊，我也歇过来了啊、嗯。哎，嗨、您要歇着，后台也能歇着。就这一句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我这抄起笔来，腾腾腾腾腾，连写再唱，这点地儿说实在的，主要听您的，就听这个好吗？来，那咱们来着说，这就开始了。哎，来，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呀。真怕呀，多新鲜呐，做戏嘛。说完这话啪你就扔那儿了，我可爱看这个了。你爱看像话，我再摔个好歹的。你趴桌子上就行啊，桌子上啊，就趴这儿就行了。来啊，你说多新鲜，快，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被子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那杆笔了，你早说好不好呢？你忘这茬了，你知道吗？不是，就这遍戏好趴这儿了，你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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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开始了，大伙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操！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杨乃武打小老师就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别介绍剧情了行吗？大伙儿都得知道这故事啊。全知道，这儿还趴着一位呢，您没明白吗？把你茬忘了啊。啊，对呀、啊。都知道杨乃武了。太清楚了。不用介绍了。哎，对。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擦。小白菜这人呐。你说小白菜。漂亮。行了行了。他要叫小撇咧，这完了，知道吗？二冬瓜这都看不得。有叫二冬瓜的吗？水灵这都。行了、啊、行了。人物也不用介绍、啊、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大家全了解，没有废话了，不说别的了，这就开始，再来啊。于老板您辛苦了、哎、您甭管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躺拆躺荡躺隆咚一个隆的藏，这人可也不错。你说我干嘛？你说我干嘛？你
这都是你唱不唱啊？我怕你挑眼，你知道吗？我是不挑眼，我的腰都快折了，小心眼儿，你知道吗？你唱不唱吧、啊？这就开始了，那咱本没废话，兄弟，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的。唱谁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听好，写边装悲痛难忍。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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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将将将将将将，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专保丝绸海良民边保险。故此请官官相护巡抚汤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喊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贪官风卷残云。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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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的吧，唱才、您这是杨乃武写状啊？哎，郭德纲杀猪，去你的吧！